的阵容，对面阵容是克到了观战的阵容，但是他阵法被克了。猴哥打状元方，但是我感觉猴哥胜算很大，所以就先不看了。对面就叠了第一把满天，对面还点的是诸天脉。看对面紧箍咒挂孤的这个情况，我感觉观战的魔王啊，应该是把对面的那个女儿村给这个是女儿村吧，应该是把这个女儿村给秘传秘死了。他不是说什么紧箍咒禁疗，然后一套下来给他弄死的。因为真的要动手的话，应该紧箍咒得挂了好几个的情况下，才会是这么搞。一般来说不会，怎么这么就去点。学猴哥学不到什么，要打豪门。那既然猴哥这么说了，那下一场就给他安排一下这两个队伍里面输的那个队伍不就好。他如果这场赢了，那就安排一下这两个队伍里面赢的那支队伍好。对面花果山还想再叠一叠满天，他觉得满天不够的情况下不适合直接推，因为他如果发现他如果觉得现在伤害够了然后开始推，结果推到一半发现伤害不够，然后突然又停下来不推了，会很奇怪，节奏也不好，所以干脆就再等等。光进行很舒服，三个封印解开，刚好牛进最后一回合，灵动还有两回合，这把秘出去，下把起牛进。
可能是他们发现了花果山有了这个金箍棒的修改以后就够用了，大概吧。如果一时之间没有好的九黎城，还是用花果山。不过我觉得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？是他们发现九黎城不太好用了。切了，但是和没切差不多。这种情况下，女儿村会选择直接喝酒吗？我觉得会。她可以喝，但是她不一定要放啊，有可能是其他人放或者怎么样。但这个时候女儿村喝个酒，挺好的。哦，上盾。哦，观战确实防了一手对面女儿村喝酒。大死亡不停的在撞，就没见中过。5%的几率连出两次也是有点猛，同一个单位，对吧？里面喝酒了。
对面女儿这把喝酒被抓了，那这有点难受啊。本来他想的是女儿村青青这样武装的封印是可以不开的，那他女儿村这把这怎么办呢？反正你水自己武装出不了手，水武装自己出不了手。对面现在是第二把，赢了。他要是有金刚怒目还好，没有金刚怒目就哎，没速度你笑个锤子呀，我靠，盘丝笑的地府，你这不是应该按速度来吗？盘丝笑他的武装，化身笑地府，坏了，这控路快赶上猴哥了。感谢老泥鳅送的粉丝卡，谢谢。对面想抢一三速啊，他现在是一四速。是得笑。喂，你好。是的。是的。没有。哇，这真的弄死吗？哎呦，没出幺六三啊！出幺六三还是有点机会的。这样的话，给他吃了个套餐倒地啊！但是不知道对面能不能算到关键这个阵容，如果算到的话，他女儿村是会带琴的。这样只要拉起来擒一下就好了，或者说他觉得自己一次幺六三都没出过，他干脆就孩子直接拉，然后女儿村喝酒赌出一次幺六三亲亲就好了。
那这对面女儿村满怒倒地就非常吃亏了，刚才喝了个酒被笑掉了并没有放怒，然后又起了塔。武装已经没速度了，要吃回速了。啊！大死亡宝宝没有点着女儿村打，中了。这个女儿村还是点了花户的，真难受，诸天外的化身，然后现在的这个人心又被削了，然后还吃到了瘴气，这个活血的恢复量简直不忍直视。观战是不怎么样，看到这个魔王被对面的这个红孩儿烧了个1000亿啊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唐在国标和国标对点的时候，甚至就算不是国标对点，大唐也会带一个金不换，一方面可以防善恶，一方面更多的是防那种高速的魔地厅，以防这种高速的魔地厅一个笛子直接就可以把你点了的那种。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现在很多套路都是点死了物理以后，然后出工地厅两只，一只或两只去点法系，因为这个工地厅啊，它可以做到速度比法系快，甚至比物理还快，根本就不需要保它出手，也不需要加渡劫，笛子加上就行了，然后法系是扛不住的。那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法系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带个金不换呢？就像大唐一样，我大唐可以为了防魔地厅带个金不换，那法系防一个工地厅带个金不换，不知道有没有法系是去这么尝试。也有可能那些指挥试过了，发现带了金不换也防不住，干脆算了。我们是不知道，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，他如果真的觉得是工地厅，他可以起酒饭清廉；但是如果是魔地厅，你没有罗汉，那你是真的防不住。
对面化生现在满人心的活血量就是3700多，身上有瘴气，满人心3700多，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我能不能说啊，他现在这个普陀就是一直砸人家伤，然后只要保证身上有瘴气，化身的恢复量还没他砸的多。他砸一下，如果砸到五星，我估计都能砸个4000多吧。他活血一把才3700，这恢复量跟不上啊。应该是不会点这个经脉。还差两层，哎呦，对面女儿村喝酒又被笑了两次了已经。哎呦，还有无色魔诀，暴力。这回和两边风系啥事没干，哦，还是干了点事儿的。对面女儿村是两边风系里唯一干了点事儿的。但这样显得这个摄魂有点亏啊，下把七宝解掉了，魔王的秘传还是秘出去了。对面地府可以换宝宝的，换阳火。红孩儿应该不舍得换，这红孩儿亲宝宝还挺快的，女儿村这个孩子应该也不舍得。思来想去，对面五号的那个配速占了25回合了，该换了，方便后面拉地停之类的冲。哦，红孩儿换掉了，可以了。化身也上盾，还特意清心咒一下，他确实没解掉。他现在只要孩子一直拉就行，花果山出个宝吧，这样可以不吃九转。
灵动九天来个秘传，我没注意他牛进回合是刷了个灵动把牛进给顶掉了，还是牛进的回合本来就到了，因为他现在身上有金刚护体一尾渡江灵动九天，我看看起个牛进会不会顶掉中间的一个状态啊？哦，他想笑了盘丝的效力，武装有大。很可惜，韩斯的怒很多。哎呀，武装立了，武装，对面这把判断到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想到这边盘丝的怒有这么多。这让对面女儿孙的怒也干了。他刚才是喝酒之后被笑，被笑了以后他当然也被秒过，然后他又用了个笑礼，用了个笑礼自己又被笑一把，我估计怒已经变成零了。继续效力，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猴哥模式，咒法最好的节奏了。对面人均空怒，然后紧箍咒又都箍上了。我没注意他起了个牛镜顶的什么状态，没有金刚护体好像本来就消失了。因为现在修改牛镜也加法伤了，牛镜也是加法伤，灵动也是加法伤，那就说明对的，刚才应该是有牛镜的，然后刷了个灵动把牛镜给顶了。所以观战这边下一把如果要拉一尾渡江的话，就点着这些雪宝宝拉，点着公宝宝拉，点公宝宝拉两个大死亡宝宝，再加六个人物，四个人物单位刚好七个单位，拉不到魔王，不然的话魔王身上有这个一尾渡江啊，其他就开始顶状态了，很亏。因为他这个牛镜只是不会被驱散，并不是表示不会被顶。对面这种情况真的是用谛听进攻吗？我怎么觉得是用谛听打掩护，女儿村喝个酒，但是再不喝酒顶不住了。两个五龙一个九转，金刚护体把灵动给顶掉了。哦，大死亡中了，
朕啊，不好意思，直接死了，反正不了。防了一手对面女儿村喝酒啊，考虑了这个问题。他想清掉死亡宝宝，这两个死亡宝宝有点吓人，但是已经吓够了。非常好的状态。有铜头，有旗子，但是下回合旗子就没了啊，已经被箍死了。确实伤害很高，但很可惜他只有一回合的出手机会。呜呼，对面连下滑的单位都没有。一号和五号宝宝是这回合拉出来的，归宿那个是个孩子，他没有任何单位可以去下滑这两个地厅。那这把如何对敌？理论上说呢，他的花果山可以用养护宝宝拉起来当头当一个，但问题就在于观战化身可能会渡劫一个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当的那个是渡劫的，那就跟没出手是一样的，因为后面也没有伤害能跟。封中了，两个黑玉，一个小四海，好像是。啊，超高速的压花果山不让他。哎，又中了是吧？啊，好的，对不起，刚拉起来啥事儿没干，就为了中个大死亡。真是辛苦你了，真是。他这个是只加了一个笛子啊，如果魔王也加个笛子，应该会猛一些。对面不管是不是阳护，可以出引攻了，因为观战这边一定会接冲地厅。哎呦，我还好没套中，不然女儿啊，太清风望月了，不然女儿村这个血量非常危险。拉逆境的引攻了，没办法，不出引攻，万一出地听怎么办？
真武装，不让武装空化身。定神香九转古龙，对面居然还带了定神香这种东西。刚才魔王不想加笛子，是为了开战神宝典。这把有秘传，但是对面是罗汉最后一回合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干点别的呢？感觉在罗汉最后一回合用秘传有点亏啊。换掩护，不能让花果山一直躺着，孩子也只能被迫换掉了。怕女儿村喝酒，对面这个一号宝宝的速度比魔王的速度要快啊，是一个高速的力劈。确实是不舍得用秘传，这个大死亡吸到了化身的身上。好，我们期待一下这个秘传。然后这回合魔王身上的状态不多，普陀也是可以考虑刷灵动的。哦，对面武装金青又被笑了，报警了。对面女儿村没封上，封上了就好了。高速壁垒力劈，哎，地府被 miss， 我想的是化身被 miss。还有一回合，拉起来寡鱼令瞬息。哟，这个瞬息有点舒服，清掉了高速的壁垒力劈，还清掉了那个隐身的隐攻。
不会是这个尹公给女儿村吃五龙的吧？那应该也没有，他化身是放的金青。没速度了，这把。硬生生先抬一锁，不抬要遭不住了。魔王拉的这应该还是个高速的，不知道关键这个地厅储备量的情况怎么样，它有多少地厅？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拉跟刚才那样的工地厅效果就比较好，魔地厅收益不高，高速的反正也秒不动。算吧，是落花没落出来，那他落花没落出来是赚的，他落花落出来了，武装就金青了，刚好解掉。高速的攻的就可以了，中，哎，这个不配速，金青的话解不到地府。双姑又姑到了女儿村，哎呦，现在这个女儿村的情况非常的难受。武装快了，这个清风望月血亏啊，他用缠珠的，没中，中了也没用，贴了一手，他没有单位铺保护。感谢赵超送的粉丝卡啊，谢谢。
对面花果山幸福二选一啊，都没给他选的机会。这个时候我在想，化生这个渡劫是不是没有必要加？他既然都有一只高速地听选择压花果山的诗了，那其实就不用加渡劫了，多加个笛子，这个地听的威力能很足啊。这会儿文明叫头发比鬼子多，一号是引弓，但是这一号引弓是这回他刚才那回合刚拉出来的，他上回合化生出的宝贝，所以上回合除了花果山之外其实是没有其他单位可以来清地厅的。高功力皮，很难受，竟然被猴哥阵容给推了。咒法，说呢，其实他花果山本来还是有机会能够连贯出手的，但是偏偏中了大锁。
他想清帝天呀、啊。这个应该是地府孩子。
难玩，真难玩。最后破釜沉舟想点啥，结果发现还没点死。地府驱散谛听了啊，没驱散，驱散也不一定驱到。好了，左下角的图标没了，就表示彻底结束了。